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哎呦，我们震了一下。啊什么？突然地震了。地震。哎，我们搬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久违的来好事多，看看我们要买什么吧。Go！ 拜拜。猜猜多少钱？9000块。10000块，没有错。因为我皮夹钱不够，所以全部跟比尔借钱。这是我的房租。我终于买到了我朝思暮想想要的东西，总共10000块。给你们看我们买了些什么。其实我就是简单来采购一下，半个小时10000块。哦，厉害，战斗力十足。是谁买艾文芒果雪花酥？我。因为这是谁买海苔？还有一些就是以前没有买过的，回家。拜拜，我们先上车。喂，全部塞满了，去找，快爆开了。OK， 妹妹坐我腿上。我们竟然买了快10000块，但是我终于买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红心芭乐汁。没错，我们这次一次买8罐，两个为一组，一组为259，我们买了1000多块。好事多的红心芭乐汁真的是有够好喝，而且它前一阵子没有货，我们好难过，终于补货了，线上也买得到，超好喝。除了单纯加冰块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浓的那一种，加一点红心芭乐浓缩汁的感觉，非常浓，所以加冰块加一点点水，或者是另外两种饮品，我们做起来也很好喝。这个呢，荣获我2021年最爱饮品。首先呢，拿出杯子加冰块，是妹妹创的，对，先加爆冰块。加爆冰块之后呢，拿出我们的红心芭乐汁，原汁含有率25%。好，我们先加到8分满。益美的无加糖优酪乳，一定要益美的。益美优酪乳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优酪乳，因为它不会太酸，它的乳香味非常的足够，超好喝。把剩下20%加满，加爆，呼，漂亮。最后拿出你心爱的吸管，噔噔噔，插进去，轻轻搅。然后喝一口，哦，史上无敌最好喝。下一个呢，就是一样冰块加爆。七分满，其实顺序都差不多啊，就混在一起。黑松茶花绿茶，没有错，这一款呢，就是不会甜，然后有淡淡的香气，融合在饮品，无敌赞赞。倒进去。如果有人第一次单喝这个觉得太浓太甜的话，就是加黑松茶花，茶跟那个芭乐啊都完美的出来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被盖过，然后就会有那个淡淡的茶香，但是也有红心芭乐的浓郁口感，这个也很棒。如果想要喝清爽一点的，可以试这个。900个赞赞。然后下一个我们买了48包的卫生纸，噔噔，塞爆，这里塞一半，因为这个太高了。我每次拿卫生纸都要垫这个小矮垫、小矮凳、小矮子，所以妹妹这次帮我收在，噔噔，卫生纸墙。我的梦想是把卫生纸塞满，这样要的时候就有卫生纸，真是棒。这个化妆棉呢，妹妹觉得它拿来卸妆很好用，因为它很厚实，很好用，不然很厚实，它那个纹路很适合。而且它不会掉棉絮。对，然后它一片是0.59，就是市面上应该算是很便宜，厚度又很 OK，CP 值高的一个化妆棉。这个呢，就是那个日本很有名的蒸汽眼罩，它是24片薰衣草，12片柚香。它不是有很多其他更特殊、更特别的一些口味吗？虽然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很香，就还是可以啦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19块哦，这有时候会，因为日本你们要算那个，我那时候0.28的汇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些药妆店卖的还比19块还贵。我挑到最便宜的是每一片18点多块，不容易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片19多，如果你真的干眼症之类常常需要用的话。主要不会的东西就是这3个，然后其他就是大量的零食，因为我们现在有75寸的大电视，很适合配各种零食，不能缺少的就是超甜海苔。这海苔真的是又咸又香酥脆，就有时候你只是嘴馋，但没有要吃饱的话，就是开一包这个真的是非常，或者你跟你朋友聊天聊一聊，觉得哦好像嘴巴有点咸的时候呢，就把它开一包跟你朋友一起吃，吃一个更咸的海苔。比尔看好多次，我一直阻止他，但这一次来吧 ，Choco Pie 里面是草莓口味的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它的涂料
拿破仑草莓蛋糕风味，哎，它图片好可爱哦，感觉很缤纷。对，这里正面一样。没错，摔凹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他被妹妹出车祸，他在停车场的时候不小心起飞了一下。听说这可以冰冷冻，会也很好吃。然后它的草莓就会变得有点像冰淇淋的感觉。上次好事都有卖这个 Pocky， 然后它很便宜，一包只要51元。啊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那个苦甜完美。但这次没有找到，如果下次有还是会去买，因为家乐福的话一包是55。55，我已经数学小达人哦，真的很漂亮的。对啊，拿奥兰可以拿好的给大家看吗？真的好漂亮哦，那背面这里哦，好漂亮，哦，真的好漂亮哦，很漂亮。这送礼有点有面子，嗯，很精致，然后是乐天的，嘟嘟，里面是六个包装，亮亮，我的拖鞋，亮亮，这是我的拖鞋，马亮，被我打屁股，跟你讲，嗯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哇，哦，我的巧克力看起来很好吃哦，快吃，龙心的巧克力，哎，欸，很香哎，你先咬口，然后它的侧面啊，感觉很疏松的蛋糕体，有吗？有湿润吗？嗯 嗯，巧克力的苦甜度我觉得非常适中，蛋糕体湿润疏松，这个酱呢？酒酿的感觉，但它其实没有酒酿的味道。对，但是你一吃就是会联想巧克力的那种酒酿。嗯，然后它有点，它滚起来有点不良的感觉，然后中间又有一层，就是有点香精的草莓馅，但是不会变成很大的缺点。我觉得很 OK 哎，那冷冻起来应该也很好吃，应该冷冻这样子融融的，很适合在冬天配一杯热可可。嗯，哎，我觉得 OK 哎，1到10分，我给8分。我也给到7.8分，0.2是因为我不喜欢草莓口味的东西。很好吃，只是有点甜。哦，要配茶。要配个茶。对，489，然后有36个，那这样一整盒，最重要这盒子真的很有 feel， 送礼也很适合，好看。下一个也是比尔很想要买的，艾文芒果雪花说，他说因为有折价，怎么能不买呢？你已经掉入了折扣的陷阱，折50就一定要买。它的总价是289，再折50就变239，但它有添加28%的艾文芒果干，好小一个哦，对，小小的一个糖果感，正方形的，我觉得不好吃，不好吃的原因是，你有吃到芒果的味道，你有吃到芒果味道吗？我感受到很多很疏松的小饼干，跟棉花糖很 Q 弹的口感，但是我们吃芒果味道，然后有芒果味道，只是你要嚼久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主体味道没出来，甜甜的，非常有嚼劲，棉花糖混着各种饼干小屑屑的那种口感，口感是好的，可是主体味道没有出来。妹妹临走前很想要吃的芭乐干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回来吃饭的时候已经忍不住吃了一些。我刚刚在看海岸村的时候，不然吃了1/4掉，非常的有水分，不会让人觉得很干巴巴。我觉得它，但是我觉得加一点梅粉会更好吃。对，它可能就是太天然，因为它就芭乐糖盐柠檬酸。来到了主食部分。就是一样的牛小排2050，我对，吃过好事多的牛肉，我在外面永远都觉得那个牛肉不够好吃，好事多的牛肉真的好赞哦。这次我们买一个特别的，以前我们都吃一般的带尾虾仁，我们现在升级了，变成大尾虾仁，它现在变多了，就是它之前选择没有那么多，它现在是带尾虾仁，特大带尾虾仁，超特大带尾虾仁。之后面我们比较了一下，觉得那个价格，超特大带尾虾仁每100公克要到100多块，然后这个100公克只要63点多块而已，所以，这少一半。而且我觉得超特大跟这个特大其实 size 不会差很多。说，而且你知道超特大没有买，这个塞满爆。Anyway， 不要买它没有带尾的虾仁。要有带尾的，奇怪。对，然后它这一包呢是579元，然后我们还有青花菜，这也是一大包。这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超级懒得买一般的青花菜，因为一般青花菜不是大家说有虫要泡什么，然后要切，我想要那个过程，我就直接放弃买那个菜，所以买冷冻的，我们才会吃得到青花菜。这个青江菜呢，500克65元，都还蛮漂亮。我上次买放了蛮久，都还那么的鲜绿，再配那个保鲜袋就可以放更久。有机白菜也65元，空心菜，青菜，妹妹每次炒咸蛋，好好吃哦，超
空心菜呢也是很便宜哦。还有银耳，我觉得这个银耳蛮便宜的，它129元。就是我之前买家乐福银耳会有味道，我很喜欢。它的银耳就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是300克的有机银耳，然后我觉得它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它炖起来比较没有那种有棱有角的感觉，比较软糯，比较入汤。茭白粉215，就买了这个之后，觉得空气炸锅真的很好用哎，就把它丢进去，然后什么不用管，拿出来，然后蒸一巴就可以吃了，超级好吃。我们新买这个起司番茄薄饼399元，那好像是新品，之前没有看到。对，它有点船形，就是远远的看就觉得很酷，但如果做成一般披萨圆的，我就不会买。但它做成船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引起了我的少女心购物欲，然后上面还有花。它吃起来好不好吃呢？就让我们试试看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种饼一定要配浓汤，所以又买的它的新闻蛤蜊浓汤。它不是这改版第二次了吗？它第一次从旧版改版新版的时候真的超级难喝，但是听说现在改一改之后又变好喝了。对，改回来就好喝。如果跟它那个外面小吃部卖的一样的话，那可能就真的很好喝。他们小吃部的浓汤好喝，然后这个啊，它里面单个包装，它一片等于是40块，耶！那这一次呢，我觉得你们看到这个呢，喜欢喝芭乐汁的买爆，我喜欢红心芭乐汁的买爆爆。如果这种果汁你感兴趣的，买爆爆爆爆，像我们就直接出一箱，哎，这支好好看哦。今天鸭肉有特价，你怎么没有买给我？宠物鸭肉。耶、yeah! ！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在好事多买过什么很不错的东西，我们下次也可以去囤囤货。希望你喜欢这部片的选集，加上我喜欢大家也记得订阅课程，订阅专门的。我们下次也记得打个先去什么时候？你们好，我是马六。Facebook 搜寻快乐直接给我一个赞，也可以帮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次会花到快10000块。超出我的预期，这样买一买，这样就10000块了，不觉得有点可怕吗？不觉得养狗狗都会用很多卫生纸吗？对不对？不是我们，是小狗狗。罪魁祸首，小六六，他上床，他要睡觉了，他不拍片，他要睡觉。